大家好，我是大玲。这俺这个屋子后边种着个窝瓜，管摘了，给俺把俺俩叫这窝瓜给摘掉。摘的可不少嘞。这一窝要一叫五个。不是很大。这一家有五口。摘着把子，结果红的好甜。这长得掉了，这个真脆。他这个不是今天掉了，你都干了这把子。就是没有种几棵了，结那些地方了。看，来。这里边好几好些嘞。掉了，这还有嘞啊。妈妈，你妈，你先叫爷爷摘的呀？啊，别再闹人了啊！没有我这脚了吧？嗯。这小孩儿，哎呀，这个脚底下都是砖头，这一不老稳着，这里还有秧子看不见，没踩好的时候，刚刚把这稍微的都摘了一下，可别再闹了哈。这摘一个小肉，这摘着半车走了，里边还有好些嘞，还有摘的。我粘了，粘住了，就是粘住了，就粘住我娃娃，走。呀，这不动了吗？好，再搁到里边来。把这个小的摘了吗？摘完。才没摘完啊？这是不是跟这天冷了有关系？这秧子全部都死完了，咱把大小都摘了，一个都不留。这砖头这里边有长度，俺之前就是。你就是锄地的时候把那个砖头，这是一小，这是留了一小部分没有拔，然后呢，那拔出来的地上那拔出来两条大长虫，像俺妹妹吓得不得了，俺妹妹害怕长虫，你找着哈，这位，你再说我都撂着这跑了，这在人脚底下苗好，你看这这个娃娃容易吗？这脚底下歪歪愣愣的，这还走着这砖头乱拱了。哎呦，快帮我接住，弄不动了。呀，给了。看看，这窝瓜摘完了，摘这一大车，等咱回家找地方洗了去。这那些真多，爸，要这小的头头不要了吧？还光留大的。那不要啊，我这种的，这长的那时候也不能不要啊。你拿啥嘞？我拿一半了，还管？啊，我给你写着嘛。一写看出来都是这怪多嘞，都是不少。真吃，光恨不得一年吃不了，能吃多少？还真吃不了。哎，你不用愁，我要是我找袋子，我给你打包小米去。俺晚上愁都吃不完，我给打包小米去，给俺娘家送你一袋子来吃。你姐那黄了呀？这也中啊？我先吃个鸡呗。